可能有的时候生活中，比如他父亲也好，他媳妇也好，嗯，哎，有一点点事情，有什么90%多是吧？啊，没有那么高，哪有那么大比例啊？这个，这都是假的。你们要见着于谦他爸爸，你们马上就知道。啊，跟我说那相声那不是一个人，本身就不一样嘛。我那是瞎说啊，人家他爸爸这份儿的好啊，还太好啊，说是说句良心话，那没有这么好的了，嗯，真好，会活着，我没见过这么会活着的。怎么叫会活着呀？他爸爸当年有一口头语吗？叫什么呀？对吧？嗯，他爸爸说老话说得好，怎么叫？人这一辈子活着不容易，可得好好的哟。这是哪儿来的老话啊？这是你爸爸听你姥姥说的，可能还好好活着哟。老头会活着是吗？早晨一睁眼，嗯，啊，没有马上起床的，怎么？先躺到床上，嗯，先闭着眼，让身体都苏醒。你看，啊，没有说一睁眼夸坐起来了，哎呦，那可不好，对脑子对心脏都不好。是是是，哎，老头先跟这躺着，嗯，脑子先过一遍事儿，过事儿，哎，今天打算干嘛？哦，是串门去是怎么样？先计划。哎，我昨天怎么样了？想一想，嗯，哦，昨天看了日本电影了，对啊，那个女演员叫什么来着？想点别的，想点别的，嗯。嗯嗯嗯，反正就是类似这样吧。啊，想来想去很兴奋，还是想日本电影来了，这才起床。哦，洗漱完毕，嗯，先喝点猪奶。对，啊，你先等会儿，强身健体。不像话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嗯，喝牛奶、羊奶，哪喝猪奶的？他原来是喝牛奶，那不是就完了吗？后来喝牛奶受伤了。喝牛奶能受伤了？喝着半截啊啊，那个牛坐下了，趴牛肚子底下喝牛奶去，是那是得受伤。这打这起再也不喝牛奶了，这长记性了。喝猪奶从根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不会受伤吗？哎，往那一躺，软乎乎的，啊，躺着喝，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喝，哥几个，啊，你打哪儿拎的哥几个？就跟那几个佩奇、乔治他们一块儿，这，哎，嗨。没有那玩意儿，哎，出一谜语啊！这头像这头，这头不要不要不要。这你听过没有啊？我这听过。甭来这套，喝点猪奶啊！这又说回来了。那是啊，啊，喝喝点猪奶，身体健康啊。嗯，喝完之后出去跑步，这是锻炼。他爸爸跑步，跑吧，跑步在那儿，嗨，他，嗯，淘气这个老头。跑步跟淘气有什么关系？找一门，非得找一门啊，踹一脚门，跑，这叫什么习惯呢？你这玩意儿啊，就踹一脚门，哎，淘气。当然，这个门是有要求的。怎么个要求啊？门里边必须住的是个寡妇。老头踹寡妇门去，合着他倒不刨觉悟坟去，他这个啊，这一跑，啊，如果这门里边出来个老太太骂街，那你爸爸能兴奋坏了。呵，就爱这个。是啊。跑一大圈，哦，微微的出点汗，汗都能出汗。哎，出点汗，这得多少寡妇啊！哎，锻炼身体。嗯，回家来喝一碗鸡汤，这对，补一补。可以呀，啊，这个鸡汤必须是自己看着杀了鸡炖的汤，啊，鲜的，讲究。哦，哎，自己上菜市场，嗯，买一只女鸡。哦，哎，这都不像话。怎么了？女鸡干嘛呀？叫什么？母鸡。这里还有广东人。你广东人？母鸡啊。嗨，两码事儿。喝碗鸡汤啊，喝完了这会儿出去上河边，哦，嗯，游泳去。嚯，上河边游泳去？你看河边游泳，嚯，啊，把跳广场舞那老太太们都叫过来，快来快来来，你看看我游泳，这有什么可看的呀？你这老太太都过来，嗯，看你爸。啊，有一个老太太就扭过脸气哼哼，哼，有过劲儿，哼，干嘛呀？嗨，你爸爸踢人家门来着。哎，还好嘛，啊，这是寡妇。嗯嗯，都坐好了。哦，还坐着。你爸爸开始脱衣裳。嗯，游泳。哎，一丝不挂呀。对，光着呀，这这么大庭广众的光着，倒不是为了光着。那怎么回事？让你们看看我后背的纹身，显摆纹身。有什么他爸爸这后背有打脖梗子到脚后跟，啊，嗯，纹了一条带鱼，多腥气啊这玩意儿！你所以说他得脱光了。带鱼干嘛脱光？不是，你看带鱼穿裤衩不好看。哎，这嗨，
那就脱光了吧。嗯，脱光了。嗯，老太太们看看。嗯，就不用亮相了。行了行了，啊，下水吧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回去。老太太都快烦了。哎，你爸爸这才下水。哦，下水，哇，游的可好了，这确实好，活灵活现，就跟真的一样。每次游泳，嗯，都得让人家拿网子捞上来。哎，这好。太像真的了，这个游完之后就到中午了，啊，这差不多回家吃饭，啊，自个儿打电话叫外卖，哎，老头儿还挺时髦，哥，啊，给我来个披萨，披萨，不像话，披萨，哎，披萨，对，一会儿送来了，啊，大爷给您切一下吗？要切一下啊，切八块还是12块啊？哟，怎么切呀？你爸爸乐了，啊，切八块，为什么呀？12块吃不了，哎。这傻小子，这是，全吃了，这一顿这一个披萨全吃了啊！吃完躺一会儿，睡会儿觉，哎，一会儿再起来，嗯，到健身房哦，去拉皮条，您这都像话吗？下午2点拉皮条啊！啊，下午两点拉皮条啊？啊，怎么了？早点了吧？一般几点？啊，6-7点钟。不吃晚饭了啊？没听说，怎么着？那就不叫拉皮条，叫什么？那叫拉背气。咱也不懂啊。啊，反正你爸爸一进健身房，跟谁都认识。啊，都熟啊。嘿，这胖子又来了啊！你看这跟人逗。大个儿，啊，好好练。哎呦，小伙子，胸肌练得不错。是，大爷，我是女的。呵，哎呀，还就看不清这眼神，就别跟人逗了。太可爱一个老头了，哪儿可爱了？这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啊，这是业余的业余活动。那专业的呢？他专业是个瓷器专家。哦，喜欢瓷器。不知您哪位是这方面的收藏爱好者？哎，这可高端了。这他爸爸是瓷器领域的这份儿。这怎么个瓷器？您我是不懂啊，都听他爸爸跟我说的啊。他爸爸什么汝窑、哥窑、定窑、越窑。他爸爸最爱的就是那个什么逛窑。对，什么什么您呢？他这个几样窑，他有的是在那个杭州，有的是在河南，啊，不一样。唯独这逛窑是北京，离家近。哎，前门大街有几条胡同儿。您等会儿，这是一瓷器吗？这个？你爸爸老说咱们有几瓷器跟那儿啊？嗨，哦，约着瓷器一块逛去，合着咱们不懂，不懂您就说呀。反正你爸爸身体不好，都是因为逛窑。那是，这玩瓷器伤身体啊。那是，我上家去正好赶上你爸爸躺那儿躺着，怎么了？我上家去，他爸爸跟那儿躺着，身体不舒服。啊，少逛点好不好？我看着眼泪我都快下来了。是吗？看着我长起来了。您就是那瓷器吧？想不到啊。你那会儿没在家啊？这什么叫没在家呀？他大哥在跟前守着他爸爸了。我在外地呢。哎，那会儿他们家是哥仨。哦，那谦行二。是。哎，上面一哥哥，底下兄弟。哎哎，老大老二老三，这哥仨呢岁数差不多，踩着肩膀下来了。对，哎，老大39，他50，老34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能踩上肩膀吗？这个差垫点脚，垫脚，这踹胯骨上。老大比你得大吧？这当然大呀！比今年50多了，今年50多，大孝子，是，守着他爸爸。就他在跟前怎么办呢？我说你这脸色比你爸爸还惨。哎，这爷俩谁先死？对呀，啊，我说你怎么了？都不在家，哎呀，二的三的都去出去了。嗯，我守着老头儿，你看够呛，不太好。哎呀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，这不少日子了。我一步都不敢动啊，就伺候着。哎呀，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哎呀，百日床前无孝子，是，这是大孝弥天呢。嗯，我说你得吃饭呢，可不吗？你不吃饭可不行。嗯啊，老话说得好，说的是人是铁，你爸爸郭德纲不一顿不吃饿的。等会儿，我但凡耳朵不好，你就出溜过去了。这句话怎么回事？人是铁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后边人是铁，你爸郭德纲没听说？人是铁，饭是钢。
以饭是刚啊啊，以饭郭德纲，他非把这句说出来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哎，这说耗子疼。大爷走，你上厨房自个儿弄点什么去，啊，吃点饭，我替你守着，我守着。哎，你盯会儿班吧。大哥站起来，擦擦眼泪，嗯，我这就回来，哎，奔厨房。哎，我坐在这儿看着你爸爸，嗯，哎，也难过。你也有今天啊？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足蹦的老头啊？啊，怎么能这样的呢？哦，这么句话。那会儿精神头，那会儿一出去，烫，呱，还是踹寡妇门去了吗？那不是。这干点好事儿也成。站在河边同着老太太那会儿啊啊，行了，别哆嗦了，那是那不一样啊，啊是不一样啊。啊，老爷子，认识我吗？还认人吗？哎，哦，还行，嗯，没事啊，准行，能挺过去，不叫事儿啊。就安慰，还那么些老太太呢，是吧？这别想这事了。嗯，喝水吗？喝不喝？我扶您喝点水。嗯。嗯。不喝，吃点东西不吃啊？嗯，哎，吃不下去。猪奶别提这个。女鸡呵，您来点什么呀？嗯嗯嗯，我要小姐。哎，早就该死啊！什么时候了要小姐？他要方便一下。不是，这一辈子都踹寡妇门，到这时候你说什么文言呢？你这说结小手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扶着您啊，别动。怎么了？哎，尿完了。哎，这嗨，全是床上了啊。嗯，大爷，您有什么要交代给我们替您做的吗？赶紧说说吧。嗯，王奶奶。嗯，李大妈。哦，赵婶儿。怎么了？孙寡妇。嗯，我多爱。哎嗨，您说点正事儿 啊。好，大爷，我记住了。嗯，还有呢。哎呦，还有呢？还有四十多个。哎呦，你找个本儿记上点儿。不用记了，替我照顾。我说哎，我找、啊、我站起来刚要找本儿，一回头看你爸爸怎么样，眼睛闭上了。哎呦我的天哪啊，这不会有事儿了吧？你赶紧看看呀、啊、我探探鼻息呀 啊摸一摸。哎呦，死了。死了。你给处死的吧？什么叫我给处死的？废话，没死，你这一下也死了。这个啊，你这是闹的啊？对，处出血来了都。赶紧奔厨房啊！干嘛去？找你大哥去，通知他一声吧。那是啊，就这一步一进厨房，怎么样？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怎么又这样？就你们大爷真是让人尊敬。他干嘛呢？跟那儿？你说这会儿让他炒俩菜吃，他吃得下去吗？嗨，那哪吃得下去？心都在老爷子那儿了，服的呀！打个电话叫外卖凑合垫吧一口啊，临时的。这会儿正打电话呢，是吗？啊，赶紧来送来呀、啊！哎，就要那个，要哪个？啊、一乐起来，俩眼弯弯的那闺女，这是送菜的吗？这让他来送，不是他送，老子不吃呢，你死不死啊？来的时候敲门啊，有暗号。什么暗号？让他说一句啊，恭喜你爸爸死了。嚯、哦，不说这句不吃。哎呀，你死不死？哎，大爷啊，恭喜你爸爸死了。送外卖的来了。饭来了。什么饭来了？你爸爸真死了，快来吧啊！赶紧吧，过来，瞧见老头躺在那儿。嗯，大爷啪在那儿就哭啊，他这难过、哎，就差这几分钟。可不是吗？从明的街上见。柳叶遮满了天，在其位的这个明公、啊。行了，我明白，这不是我爸爸死了，这张云雷他爸爸死了，这是。可惜了了，仨儿子就一个在跟前儿、啊，那就可以。他也没在，老三也没在。
啊，他那会儿在曲艺团，我正上学啊，北京八宝山曲艺团。哎呀，我们这团要完是吧？你们这团火热，火热。哎呦，那还火热呢！对对对对，挨着炉子近。嗯，八宝山去，你那会儿跟团出去了，出去那个八宝山还出去呢？啊，出去巡演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们那叫什么？下乡慰问。哦，慰问，然后给观众送鸡蛋去了。对，送鸡蛋，送鸡蛋去，不是送欢笑。哎呀，有鸡蛋，观众就欢笑了。哎呀，就认鸡蛋。对对，你们出去了，出去一直没在家。哦，老三在保定。上保定去了，他三兄弟老三、啊，老三是个科学家，哦，搞科学的，哎，在保定那儿搞科研，搞科研项目，研究那个不加驴肉的火烧啊，那不是就是素火烧吗？那个，那研究什么呀？打造素火啊，还素火，彻底粉碎驴火的猖狂，啊，这驴火本身就没怎么猖狂啊，这会儿跟那儿正跟客户聊天呢，还有客户呢，哎，在澡堂里边正泡澡呢。哎呦，对得起那水钱吗？你看，一接电话，老头没了啊，老三眼泪下来了，一翻身打池子里出来啊，上京石高速跑回来了。我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？打澡堂里翻身就出来了，戴着眼镜，那管什么呀？那个，那不是也光着吗？到家啊，一进门瞧见老头挺在那儿，大爷在那儿，哎呦，哥俩抱头痛哭，难受。大哥一把就搂住老三，嗯，老三咧着嘴就哭啊，是吧？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得嘞，老大拍肩膀，哟哟，送到了大门，行了行了，哟哟，行了，别喊了，这是岳云鹏和孙越他爸爸一块儿都死了，是吗？这个还有活的没有了？你个人有点龌龊了，不是？怎么净唱这个呢？我说行了行了，哥俩。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呦，你看老头都招苍蝇了，你们俩。哎呀，啊，咱们说这个白事儿是，真招苍蝇了。吃嘞，别闹，快嘞！好家伙，啊，行了，别闹了。商量商量，这白事儿怎么办呢？这是正事儿啊。哎呀，于谦短时间回不来啊。啊，我出去了。啊，人家那个观众还等着呢，因为有的是各窝啊。啊，这得换鸡蛋去。有大有小不一样 啊。送欢笑去了啊。嗯。商量商量，这白事儿怎么料理啊？对。老大擦擦眼泪。把房子家里东西全卖了。干嘛卖房啊？所有钱给老头发送。哦，要办白事。姐我这心疼。大办白事。正说着门口有人敲门啊，恭喜你爸爸死了。等会儿吧，哪儿那么些外卖送饭的来了。哪儿的叫的外卖？哎，我那饭来了。好家伙，这没这么回事了，感觉。大哥一开门，嗯，站一姑娘一笑，那眼睛弯弯的。哦，大爷开心了，哎，行了，接过来，这才进来。哦，打开兜，吃不下去，什么东西？要了一份辣炒的那个螺丝牛，也就吃点这个。螺丝知道哈？啊，水里的。天津叫嘎啦牛啊，这么大的小螺丝，哎，拿辣的炒的，带一包牙签哦。那个东西不会吃，就是吧？嗯，这个，那个，所以我说呀，你先把正事儿说了，哪儿啊？就坐半天这儿啊？说老头这事儿，我认为怎么着？把家里所有的房产地也全卖了，哦，拿这个钱给老头发死，啊，他要解心疼。老三说：“这个您想的有点过，怎么回事？这咱的日子还得过呢，后边还有人呢。这个钱咱们。”花一半留一半也对，大爷急了啊！哎，行行行行，啊，你又吃上，这是急了吗？这个必须听我的哦，在这个家我行大哦，我说了要不算，我就是个孙子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老三一听，哥，您这怎么了？这是 啊！我告诉你，咱俩人啊，你先等，你们俩人都耽误这嘎嘎牛上了啊！我说了也得算呐啊！我说了不算，我也是个孙子哟。我一听哥俩打起来了啊，我得劝你别闹啊啊！你们要再闹我是儿子好不好？对，你长辈儿了，你这占便宜呢，这就要说起来你爸爸这辈子不容易。怎么不容易？为家为业昼夜操劳，以致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绝欲裂。哎呦，虽经北京著名的医师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牛七马八，哎，好，以及俄罗斯特别请来的医师一家子诺夫先生，好吧，全是诺夫感情，怎奈你爸爸医药罔效，他老人家乘风而去，驾鹤西归，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。
去了。嘿，好，我爸爸死在真热闹，办白事儿吧。对呀，我劝完了你哥哥，我又劝你的兄弟，是啊，是先给老头洗一洗吧，得洗一洗。躺在床上一个多月，身上都馊了呀。没错啊，嗯，架一大锅，底下架上柴火，放上水，搁上葱姜，啊，干嘛呀？给你爸爸洗啊。搁佐料干嘛洗澡？不是，找了一帮忙的，是门口卖卤煮的赵大爷。好家伙，这要煮。他说有这个去腥气啊。哪儿那么腥气啊？给你爸爸洗干净了啊，把棺材就抬出来了。还有棺材呢？整个北京城也找不出一个棺材来，没人用这。咱们提倡火葬啊。对呀，没有棺材，唯独你们家有一存性。哦，有老的，这是有原因的。怎么？1928年的时候，你的祖父就是你的爷爷啊，在蓟县马伸桥做生意。哦，你祖父酷爱文物，嗯，半夜三更扛着铁锹夜到东陵，打那儿弄出来，什么都没要，就要了一口棺材，金丝楠的木头。很可惜，你爷爷没用上。怎么没用上呢？偷盗文物，就地枪毙，火化了。嗨，这个进废的呀。这口棺材让你爸爸弄回来，嗯，传家宝，就搁家了。这么些年一直当立柜用，站着用的呀，一直搁那儿当立柜用。哎呦，这回用上了，嗯，把它放躺下装尸体。哎呀，这一放躺下，这棺材眼泪下来了。怎么呢？我他妈可歇会儿了。哎，对，哎呀，这棺材站好几十年了，跟那是啊，嗯，打开盖儿，嗯。里边好些个东西呢，得掏出来呀！你爸爸存的香港买的画报，还好些日本电影。哎，行行行行，烧了吧，都拿出来啊！啊，给你爸爸穿好了，戴好了，放到里边去。哦，躺好了之后，嗯，请来和尚要念经，这还按老事儿办。哎呀，嗯，你父亲活着时候最爱这些个老理儿啊！是啊，啊，请来和尚高搭法来，40名和尚。哦，哎，正当中坐着一个头戴毗卢冠，这叫大帽。是是是，咽口湿湿，开16本经，真热闹。一边念经一边撒米，撒小馒头。嘿，我这个经念起来好听啊！这什么味儿？这经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、啊。您给我们学学这和尚念经，嗯、来，嗯，道场成净，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，上香设拜。太岁中将圣号，苦海滔滔孽子招，迷人不行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友回来日，死去亡魂难不回归。接着接着不是接着不是曾接着不是和尚划着船来的感觉。众群僧把法鼓敲，大木云儿白金闹，你我好比鸳鸯鸟，好比鸳鸯鸟。比说别念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都是念完经打和尚你啊。嗨，这句话就搁这儿了是吗？连念77/49天啊，僧道坛尼四棚经倒着弯来，真讲究。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爸爸转咒。哦，居士林的来了。是是，启士林的也来了、嗯、功德林的也来了、啊、麦当劳的肯德基的全来了、哎、来这么多快餐饭馆干嘛呀？哎呀，家里大办白事呢，不得热闹热闹吗？要搭棚 啊， 那是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。嗯，清晨起来红日喷薄，院子里边立3根白沙糕、哦、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，是蓝白纸花搭的彩牌楼，上写3个大字当大事。哦，孟子曰、嗯、唯送死以当大事。对，早晨9点钟出堂发引、嗯、先放3声铁炮，请来文官点主五
将计门。哼，杠夫二十四名，将金冠请出门外，上小杠四十八人杠，后换大罩八十人杠。哦，杠夫满都是红缨帽、绿嫁衣，剃头、洗澡、穿靴子，一个个是满穿套裤。八十人杠换三班，240人摆开一字长蛇无人阵，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嗯，由打你们家前门大街把棺材抬出来，直接就奔永定门。哦，上二环奔三环，走四环绕五环到六环，转了一大圈，晚上12点半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。哎，怎么又抬回来了？没找着坟地。哎，去你的！谢谢。哎呦，不要再送礼物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人要转账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交易这是？二维码哈，稍等一下啊。嗯，别急，没到点儿呢。刚才这个节目叫《百家姓》，哎，是一个顶针续麻的这么一个节目。对，刘玄淼、张潘，对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相声有心人啊，相声有心人说的不错。是，但是呢，我在后台听的时候能感觉到，嗯、隐隐约约感觉到观众朋友们有些累了。是。啊，就有些疲惫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从8点开始，现在已经10点半了。我承诺给大家，今天是跨年演出，我们一定会演到跨年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的这个情绪稍微的保持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要累了呢，就休息一下。哎，上个厕所呀，跳个舞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那都是翻场的时候我们再说、嗯、好不好？这个节目是正经的一个节目，我们都是编排好的，按顺序来啊，别着急啊，按顺序来、嗯、谢谢大家。如果累了呢，就歇一会儿啊，情绪、哎、咱们稍微的保持一下。还有楼上的朋友，我刚才一看楼上全是朋友，谢谢。这是一层、哦、还有二层，还有三层，还有四层呢。哇，天哪，谢谢。你着急，有事忙你的啊！啊，看来有着急回家的 啊！哎，那两位走了，真走了是吗？上厕所，重庆话怎么说？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嗯，谢谢。我娘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没听懂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我了，谁给我们翻译翻译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这撒尿啊？哦，撒尿啊！啊，我了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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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听着还挺好听啊。我知道这个重庆话跟成都话是有区别的，虽然都是四川话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听四川话、嗯、尤其是我有几个朋友，什么谢娜呀、杨迪，他们都是这儿的人，经常在私底下说这个四川话，我觉得特别好听，川普 啊，尤其是男生说四川话，我觉得特别的特别嗲，你说就比如说有个词啊，就、嗯、有个词，咱们那边都是哎呀真烦，都是这样，到四川、啊、好烦哦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有这个特别有意思。嗯啊，那是成都，重庆怎么说？好好烦啊，是吧？烦得很啊，还不一样，成都是好烦啊，啊这边是烦得很。我了，对那个瞧出你水大来了啊。哎呀，是你那个，你自己先说一会儿，我去尿一泡。你回来回来，说尿就尿，特别想尿一泡。留住啊，谢谢朋友们，特别开心啊。接下来我就不想演那个节目了，我都好没见过尿你们。那个其实大家熟悉我的这个身份呢，一般都是什么电影明星啊。谁说了这话？还电影明星啊？电车压死那个叫
什么相声演员呐、啊？啊，这是什么国际巨星？这些个称呼我都，国际我可没看出来啊，国际脸我看出来了。吴彦祖啊，其实这些称呼我都不在乎，无所谓。你不在乎你说的干嘛？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身份。还有什么身份？其实我是一名戏曲演员，真的。什么？戏曲演员？戏曲演员？对。啊，那就是唱戏的呗。对，戏曲明星。什么叫明星？我就纳了闷了。您唱什么戏？我听听。河北梆子。哦，河北梆子。对对对。哦，你知道我在哪个剧团吗？啊，你哪个剧团呢？山东枣庄。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。我是主要演员，真的。您是不是让人骗了？没有啊。河北梆子跑山东枣庄唱去，怎么了？那都画着场呢，那都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、哎，我就在那儿造就的我，那儿成就的我。哦、后来学的相声，说了相声。哦。为什么改说相声？因为说相声稍微得赚点钱，唱戏呢不赚钱。不赚钱。哦。哎、所以说改天孙老师，咱们两个合作一回，唱一回河北梆子，好不好？约点约点。到北京。约点约点。咱们就可以合作。现在是重庆。约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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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要总扒拉我，好吧？谁扒拉你了？我了，我扒你得了，不是？您等会儿，不是岳老师，您唱河北梆子，我还真不太相信。我就问问您啊，嗯，您唱河北梆子是唱哪工的？唱哪工？一看就不懂戏曲，唱戏不分公母，知道吗？哦，您是这么理解的？公母像话吗？就是您唱什么行当？什么行当？嗯，青衣。哦，就是那个哦，那样是吧？女了女气的。哦，瞧着了，瞧着了。娘们唧唧。啊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形象，很形象啊。哦，您是唱青衣的。青衣。哦，您那说什么哪天您要带着我唱唱？对，岳老师，您可能算是撞枪口的。怎么呢？跟您这么说啊，打小呢，河北梆子我也学过。哎呀，没想到吧？我的。是啊，是。那个，咱们这么着吧，你也别、哎啊、你那个马褂，你等会儿我不要了，我烧给你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学过，我是正经，我是唱老生的。不是你学他干什么？许你学不许我们学呀？啊，可以，我正经行当是老生。啊，豫剧呢？豫剧你了解吗？豫剧，怎么改豫剧了呀？不是河北梆子吗？行。就聊河北梆子啊，对呀、啊，你是唱什么的？老生啊，老生，你看这个人没有文化，我怎么没有文化？怎么可以老生呢？虽然是开放了这个二胎，但是老生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不可以，那不好，你媳妇受得了吗？你等会儿，你等，我体格还行，听这意思。你媳妇是个变性？哪个老生？你提他干嘛？你这是？你不是老生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虚生？对，需要的时候再生，对不对？我还有节制，你看，不是。胡生，胡生也不行啊！胡生乱生，一窝一窝的生。我跟你聊不明，你一窝一窝的，您怎么不明白？这怎么又怀孕了？谁又？什么话？您就是我怎么？我是对，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哎，这个我就明白了。我是青衣，是女了女气的。哎，你来演那个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哎，您大哥请坐下，挡着后面的观众了啊！谢谢。哎，好好好。协管也干过呀，都什么都管呀，这玩意儿都可以。不不不，你也甭哪天了。嗯，您要是正经科班，您学过这个，今儿咱俩这来一出怎么样？在这儿来一回。来一回。我两。什么？我不行，我想尿尿了，我都。吓尿了。啊？就在这儿。就在这儿来一出不听吗？你这也没有什么锣鼓场面，也没有帘儿，这怎么唱啊？您等会儿，我没明白。锣鼓场面，我说您就是乐队哈、嗯，乐队没有，咱用嘴学就行，因为咱都清唱嘛。对啊，我上场您打家伙，您上场我打家伙啊。您要帘儿干嘛？帘儿唱戏嘛，对不对？你帘儿一拉开，哎，就可以唱了。帘儿吗？帘儿拉开，干嘛非得要帘儿？没，哦，大幕。对，大幕，有大幕吗？没有，不用大幕。相声舞台有什么大幕？我也没有这个戏服啊。哎呀，您那就真啰嗦，你说这没有戏服就不穿就完了，不穿了太好了。对，打刚才我就觉得热。哎哎，没挑戏呢。
您这是什么职业特点？手真快啊，抓紧时间，等着加钱是不是？好嘞。哎呦，不是，人家都加钱了。好，不到十秒钟俩扣都开了，你着急翻台是怎么着你？这还有翻台？干嘛呢？这谁说不穿衣裳了？你说的不穿了？不穿这个行头细衣，就穿大褂素身唱，行吗？行。因为您是青衣，我是老生，咱还得挑出戏，得挑一个就是个这个男女老生这个戏，行吗？因为我会的少，您是科班是不是？啊，我挑我会的来，行吗？你挑戏，我挑戏，因为我会的太多了。那是，我会一万多出了，对不对？一万多出？对啊。您都会什么？我听的嘿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听过吗？传统戏，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您这俩是一出戏啊。梁山伯与伏地魔，听过吗？哎呦，行了，还与时俱进了，你看看，还伏地魔了还。梁山伯与伏地魔，我来不了这个，我来不了。梁山伯骑了扫帚。哎，行了，这扫不行，我听着。行，这么着，我挑戏啊，我挑我会的来。行吧，你挑咱们河北帮的戏，我想有什么，咱来一出《白蛇传》怎么样？《白蛇传》嗯，真会挑戏，好吗？《白蛇传》好，谢谢，爱听这个。那咱区分一下，好，我是青衣，我来白蛇，好，你来传，我来，好不好？贪吃蛇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没听说过，你来白蛇，我拿我当陀螺了是怎么的？我来转。那没有您那，我来白蛇白娘子。对，我来许仙。许仙啊，刚才你说了，胡生。对啊，老生。许仙没有胡子，许仙是小生。哦，对，忘了。来，法海。好，我来白娘子，你来法海，你追我好不好？我追你干嘛？我说你耍流氓，你这诬告。没有，我来不了。法海是属于花脸了，其实法海是。这么着吧，那这出戏都 pass 了啊。咱们来一出这个秦香莲。秦香莲。这不会。不会，你乐什么？你真行。就为了掩饰尴尬。这，这么着吧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我会的不多啊。啊。再说一出，会就唱，不会鞠躬下台。好，这个。咱来一出《风和湾》。什么戏？《风和湾》。《风和湾》。对。鞠躬下台。哎。您过来，下台讲话吗？风和湾您不会啊？哦，您说的是风和湾呐？啊，对呀，我听错了。您听成了？我听成风和湾了。您听成风和湾？其实您说的是风和湾，我以为是风和湾呢，原来是风和湾。要不还老魏就忙活得了，我再不，风和湾是会不会唱就完了？可以。会唱哈，风和湾。完了，咱还得敲这个戏胡唱。嗯，就中间有这么一折叫闹窑。闹窑。对，就两个人物，很简单。什么窑？一个破瓦寒窑啊。破瓦寒窑。嗯，行吧。行。完了，就两个人物，很简单。谁？一个薛仁贵，一个柳银环。我来谁？您来柳银环呀。你来谁？我来薛仁贵。咱们两个什么关系？夫妻两口子。夫妻两口子。哎，是。我告诉你，姓孙的。怎么着？就台上这么一会儿。演完了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要上我屋敲门跟我过日子，我可不愿意。我上你屋敲门的目的就是活埋了你，干嘛憋着跟我过日子呢？是的，因为我生不了孩子。哎，行，你长得脸面相就不对，知道吗？啊，咱就戏台上这一会儿行吗？好，完了咱搬一下桌子，分出就表演区域来。分出表演区域。哎，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为后台，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。可以，行吗？来，完了那个就是您学位，您像个女的怎么样？我这不像个女的吗？不太像。我捯饬一下。您捯饬。稍等一下。哎，您化个妆。我去拿一个道具。我还有道具。你看，跟这个专业的演员没有搭帮唱过戏。这专业的演员可能都有自己带着什么戏衣都。好家伙，一出溜的，看。哦，您这是什么道具啊？这是。哦。好看啊，削了一半的土豆，这是啊。听不清。哎，对，半耳朵露出来，对。
哎呦呵，好这个脸，正好正好正好啊！您这就代表是柳银环女的了。柳银环，好好，咱搬一下桌子行吗？好，来，哎，就搁这儿行了啊。嗯，完了呢，我还得搬把椅子。谁去搬？我去搬，有场面小座。我去搬吧，老师。孙老师，我去搬椅子吧。孙老师，您这么大身子不合适。哎呀，跑得还挺快。还挺溜走，老师，我去搬吧，我去搬椅子，老师，好不好？我去搬椅子好吗，老师？我搬呢，光动嘴了。别冲我吼！怎么了？我是你娘们儿。不提这个怎么都行啊。行了，咱归后再开始唱，这就开始唱了。您想唱我打家，我唱唱您打家伙啊。咱开始。您叫啊。我说得有帘儿吧。我让你叫什么呢？我让你。你让我叫，我没有帘儿，我叫不出来啊。你要叫我就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你让我叫叫什么呀？叫板。哦，这就开始唱了。唱了，明白了。叫板。嗯。板。板。板。你回来，回来。叫板就是叫板啊。你让我叫板的呀？叫板起唱，板起唱。对对对对对，板起唱像话吗？板起唱。什么没有？就这么一句词儿啊，这一句。还有词儿呢？丁山儿该来了。老词儿啊？老词儿啊。哦，从这儿开始唱、啊。从这儿唱啊。明白了，您叫板啊。你是不是死的冤啊？你死的冤，干嘛呢？干喊呢？那怎么着呢？您得有韵呢。有什么？有韵。我有不了韵。您有不了，你有不了，你有不了。今天没我的指标。就行了，行行。你也没那设备，知道吗？戏韵。这句得唱出来。戏韵什么韵？丁山儿哦该来了哦，你得唱出来呀、啊！就这么简单一句啊，就这也叫好？您来，见过直溜黄瓜吗你？对，这是窝粉。丁山儿哦该，丁山儿啊。干什么？怎么了你？你疯了？我怎么什么疯了？我长这么好看，这么直命，你拿这个东西挡着我干什么？不是您明不明白呀、啊？这句是闷帘倒板。什么叫闷帘倒板？您在台帘后边唱的，还没出来呢。我说有帘吧？这不是，这好比是台帘挡着点儿。哦，这就是门帘子。这叫门帘子。你说清楚了啊！哎，对，门帘子。我以为你要挡着我。旷世美颜呢，我以为。我想吐有点。丁山儿哦该来，丁山儿哦，丁山儿。那你干嘛呀？谢顶，你玩命扒着我脑袋，你讲理不讲理？谁不讲理啊？我问你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门帘啊？我扶点门框。我丁山，没有扶门框，唱你的就完了。不让扶门框，不让扶，这事那么多事儿，你行。
上儿啊该来了啊！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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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咚丁山儿啊该来了，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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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你跑什么跑？前面有套狗的呀！啊，为什么谢我？你干嘛这跑什么跑啊？你到这儿有四句唱，你唱啊！哦，该我唱了。废话，有四句唱呢，我还有四句词呢。不出来就完了是怎么着？什么词儿？不是您会不会啊？我忘却了。你这能忘啊？你没专业，时间太长。我提醒啊！啊，头一句，我爹儿风和湾前去打雁。现背啊，这是第一句啊。对，据我所知啊，还有第二句。废话嘛，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还。第三句，响声来至在窑门以外。第四句，等我的儿回来好把饭餐。餐是就是吃餐一样。好好好，真行，费了劲了。丁山儿啊该来了，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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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我的儿分河湾，声太老了。前去打雁，天到了这半时不见回还，将身儿我坐之在窑了门那一里外，外边冷，冷也坐外边。依你窑了门那一外，立个灯。餐，你说吃餐一样的，那也得餐。依你餐，吃西餐，还吃西餐呢？还打家伙，麻辣！当里个老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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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薛仁。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？废话，我歇死你就完了。您让不让人夸您？您那弦儿没完没了是怎么着啊？啊，这弦儿怎么了？您怎么不明白呢？我这一张嘴，您就别拉了。不，那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、啊。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呀、啊。不是，我正拉着呢，你行了，你张什么嘴呀、啊？不是。我这一张嘴唱，您就别拉弦儿了。再说我是打手势了，什么手势？我让您打住。这是打住啊！打住！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对对对，你好不了了你。妈了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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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薛仁贵做事太断那剑，雕翎箭射万通，是命人黄了泉。哎呀！他的父相儿难得要见，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，正催马来用木挖看，见一大嫂坐要我前，摔等立案下了马，见了大嫂立呀当啊谢、啊啊
我得死到弦儿上，我得。安大嫂，请来见你呀、啊！讨厌！我怎么了？我就讨厌。安大嫂，请来见哪里？讨厌！我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安大嫂，请来见哪里？好做派啊！还当那个人，可怎么了你？啊，你要干嘛你？你谢我三次了，我本来头发就少，我头发多呀！真是的，没没了干嘛呢？讨厌他，我怎么那么讨厌我？那怎么着呢？啊、我这给您见礼呢。我您得说词儿啊！我什么词儿？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者为何？还是老词儿，告诉你老词儿了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、啊！啊，换驴了，换驴了！这位军爷防着道路不走，实力为何你？我迷路了吧我？啊，大嫂，敢问此地什么所在？重庆市。重庆，重庆啊！重庆戏词儿，你问我是不是重庆？不是戏词儿，我的词儿不粗啊。粗戏呀、啊？啊，戏里边的词儿是龙门郡。龙门郡。啊，瓷庄呢？大理堂。大理。这老艺术家，大王庄，大王庄，大王庄，打听一人不知，大嫂可曾知晓啊？啊，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不晓啊！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。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？刘员外之女，薛仁贵之妻，刘世英呐，你问那刘世英换吗？真是。来了，老弟。去你的吧。谢谢。刚才这段相声叫做《汾河湾》，这是一段传统的相声，我们行话管它叫腿子火。对，就是关于唱戏的，把桌子往后搭一搭，台上遛腿吗？台上走来走去。嗯，我相信这个节目应该在重庆还是没有出现过。我们为什么拿这个节目带到舞台上呢？首先我们觉得还挺新颖，虽然它是一个传统相声，对，但是我们融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，带到舞台上逗大家开心一笑。我们没有太多的别的能耐，我们只是会一点点的相声，带到舞台上逗大家开心。接下来的时间这叫翻场。翻场的时候，刚才我们往台下走，主持人上来悄悄跟我说一句话。啊，说什么呀？他说他等我。对说实话，他在告诉我们演出时间。嗯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有明白人啊。已经是11点多了。对了，马上就是不是就过年了哈？我刚才看到已经有的观众陆陆续续往外走，很正常。对，往常我们演出的时候是，我俩哈，你尿去呀你，老告诉我干嘛？往常演出7点半开始，演到10点多。对，一般是10点半。对，今天呢？就是开场开得晚了一些，8点钟开始，是，我们争取呢演到12点，因为跨年嘛，今天跨年，对，跨年，我们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不虚此行，对，毕竟我听说在那个解放碑有10万人在那等着倒计时，每年的倒计时哈，每年倒计时，嗯，最少有10万人，是不是？今天有好几千观众没有去那儿。那个等着倒计时来这儿听我的相声，对，诚惶诚恐，是何德何能能够让大家来这儿听相声？是，因为那10万人没买着票啊。可以这么想啊。他倒是高兴了。啊，谢谢。哎呦，你穿白衣服的大哥要走是吧？干嘛去？
不了啊。这地方真利尿啊。谢谢谢谢。朋友们有什么想知道的问题，咱们可以聊会儿天了，共同探讨。明年还来不来？明年。我们再好。可以，宋情郎可以唱。你放心，都得唱，嗯，因为得占时间。明天，明年我在哪儿？啊，明年跨年，我不知道，一切都是公司安排的。对。明年具体的行程。我们也不是哪儿跨啊。师徒父子，师徒父子现在定没定我都不知道。嗯，因为这些不归我们管，我们每年啊年底的时候或者年初的时候会开一次会。嗯，有演出不规定，演出不规定。今年谁到哪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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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提前会安排好，沟通安排，我们会提前公布的啊。嗯，明年要来，我特别喜欢重庆这个地方啊。对，谢谢，我对重庆还是有感情的，是因为我在这儿。我拍过一个电影叫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。哎，对，在这儿哈。那个导演叫张一白，就是重庆人，对吧？我在里面演的一个角色叫猪头，追燕子，追车那段戏大家都看过哈。明年会上映一个电影叫《鼠胆英雄》，《鼠胆英雄》的导演叫树焕，也是重庆人，所以说我对重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你是卖给重庆人了 啊！我对重庆感觉特别的好。是。找个重庆媳妇儿哈、啊，我媳妇不愿意估计。对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啊，你们愿意啊？不行不行啊，那个，大哥，你的票是那儿吗？你的票是哪里？对，先坐回去啊，别着急，还早着。没有票。你一直坐在那儿，一直蹲在那儿啊！你的票估计是在后面，臭不要脸。有可能楼上掉下来的啊。没有自己的票，坐在那儿第一排的位置啊。我啊？我今晚住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个大老爷们问俩大老爷们今晚住哪儿？这憋着当上门女婿呢，嗯。我们住哪儿啊？其实这些信息呢，说实话，这是个人的隐私。有一次我们在外地演出，特别逗。我喜欢啊，演完出之后回去泡一个澡，放松嘛。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，我们两个人在台上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。对。虽然会下去休息一会儿，但是在台上站的时间比较长。我还好一些，孙老师，你看他幸亏有个桌子啊，那个我拿着当轮椅了。对。而我们站时间长了，这个腿会不舒服，尤其是脚后跟会很疼，容易静脉曲张。我就会泡个澡。那天我正泡着呢，差不多凌晨一点钟的时候，正泡着呢，梆梆梆有人敲门。我心想，服务员这么早就打扫卫生吗？太早了，太早了！我就披个浴巾，我就出去了。一开门，有夫妻两个人。哎呀，小月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住在这里。我们提前那个购买了你的信息，他说的是购买你的信息，知道你住在这个房间，我们特意住在你的对面啊。现在是凌晨一点，咱们可以一起嗨一嗨吗？当时特别尴尬，我正披着浴衣呢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说大哥别这样啊，你们赶紧，你们两个人两口子赶紧回去嗨啊，我自己回去好好泡个澡休息一下就好了啊。都是好心，都是对他们，估计他们也没有坏心，就是想跟你认识一下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类似这样的事情。还有很多，反正、就不能再多说。净披着浴袍开门、那又走一个，慢点啊，大姐啊，慢走慢走。他是拿着包走的。废话，人走了，包搁着丢了怎么办？说点别的问题吧。嗯。说。上不上春晚？哎，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真不会聊天，我看。现在呀，就每年之前上过两次春晚，我们都会有一个协议啊、
就是不对外暴露，保密，请大家理解。啊，今天也签了，哎呀。套路好深啊、嗯、啊，就你这嘴跟漏勺似的。哎呀，重庆人那么有套路啊、嗯、等一下，我这裤子有点掉。开心的裤子都松了，你看、嗯。有的朋友说不能再瘦了，是真的啊。因为我为什么瘦呢？是因为孙老师最近瘦了。大家可以看两年前的视频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胖，但是他已经瘦了差不多20来斤了，200多斤，现在瘦下来剩了200多斤了，知道吗？我原来基数太大了。我呢是瘦了将近20斤，我是觉得孙老师瘦了，我必须瘦。对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必须有这个反差。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这个体型一样，我不如去死。那我还挺顽强。嗯，刚才我看到听到朋友有说德云一哥的事儿，这是一个常年的话题。对啊，每次演出机会都会有人问谁是德云一哥，我再说一遍，当然是郭麒麟。对、啊、因为他姓郭，他姓郭，子承父业嘛。对，张云雷姓张啊。对，张云雷今天在青岛。在青岛呢。我们今年跨年演出德云社就派出了5场。对，我师父在北京，张云雷在青岛、嗯、我在重庆。对，孟鹤堂在天津，张鹤伦在厦门。对，烧饼呢？烧饼已经在家、嗯、已经落魄了。不是那个烧饼在家带娃、嗯、烧饼可能跟我师父在一起演出，有可能在北展呢、啊、对、啊、谢谢。干嘛去俩人？二位走了哈，这么早。好，慢一点啊，来吧，坐这儿来吧，有地儿了。你一直在那蹲着，坐这儿来。坐吧，坐吧。来，要不空这空着俩座，我们看着也别扭啊。刚才有一个人问这个大褂为什么是前开气儿哈？创新啊，这不算创新，其实。说实话，我们俩这个大褂还真的千奇百怪。前开气儿是4开气儿，以前的大褂都是2边开气儿。对，我们这次呢是4开气儿。大家记得过去那种衙门那个衙役？过去清朝的官服都是4开气儿啊，4开气儿。就我们一点点创新，一点点创新，我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，就，哎，谢谢，立马的补上一个这，方便活了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好了，咱们聊点别的，说点不能说的。哎，这个大哥真的你好骚，那个，你闻见了是怎么？不行啊，不能说，我们也不会，我们是有职业操守的，我们也没有学那些个不能播的。对，嗯，我是哪个大学毕业？我是北大。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。好，等半天了啊、嗯、我在舞台上经常唱这首歌，希望大家将来的某一天想起这一天，像往事一样去回味。哎呦，好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唱给大家好吗？来，音乐。想你为楼上花钱很少的朋友嗨起来，多扎心。